Bertman 拼音范例，今天我们来学 的 跟 r 的拼音范例。我们首先来看 的 跟 r 的四声拼音练习。一声 的 啊哒，的 啊哒；二声 的 啊哒，的 啊哒；三声 的 啊哒，的 啊哒；四声 的 啊哒。的啊大，我们首先来看的跟啊的一声，的啊哒，一声哒。那我们看一下右边的范例，搭车，搭车，的啊哒，一声哒，吃鹅车，一声车，搭车，搭车，搭车的英文就是 ride。R-I-D-E, ride. 我们来看搭车的造句练习。你要搭车去哪里？你要搭车去哪里？你要搭车去哪里？英文是 Where are you going to ride? Where are you going to ride? 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的啊答，二声答，答案，答案的啊答，二声答，案，四声案，答案，答案的英文是 answer, A-N-S-W-E-R。 我们来看答案的造句练习。我不知道这题答案。我不知道这题答案。我不知道这题答案。I don't know this answer. 我们来看的啊打，三声打。看右边的范例，打鼓，打鼓。的啊打，三声打，歌舞鼓，三声鼓，打鼓，打鼓 ，play drum，play drum。我们来看打鼓的造句练习。他很会打鼓，他很会打鼓。他很会打鼓 ，She plays drum very well. She plays drum very well. 接着我们来看的啊大四声大，我们来看右边的范例，大象，大象，的啊大四声大，西洋象四声象，大象。大象，大象的英文是 elephant, E-L-E-P-H-A-N-T, elephant。 我们来看大象的造句练习。大象的鼻子很长，大象的鼻子很长，大象的鼻子很长。 Elephant's nose is very long.Elephant's nose is very long. 的跟啊的四声发音复习一下，一声的啊哒，的啊哒；二声的啊哒，的啊哒；三声的啊哒，的啊哒；四声的啊哒，的啊哒。希望同学能够了解的跟 R 的拼音练习。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